可爱。好，下面这边。都不是我结婚。小美啊，又不是我结婚。你搞得像这说笑啊？像不像我今天像不像？像。当初我自己结婚的时候，我都没有办婚礼啊，有很多事情你要自己亲力亲为，所以当时呢，我就选择了这个公证结婚，啊，只办了一桌，真的是非常轻松。送了什么礼物给同学？爸，还要送什么？该有的都有的了，还有什么？妈妈说，给儿媳妇讲说。结完婚啊，不能避孕啊！如果说避孕的话，就要退货。想抱孙子？抱孙子，对啊，已经到了这个年龄了嘛，我马上快七十了，你看再不抱孙子，说得过去吗？多久是你包办？一手包办？你觉得他们有钱吗？我这不能讲的，知道吗？这坐办公室的。跟这种野路子的他不一样，你知道吗？最大的心愿就是说，请客的一个心态，啊，你说这些请的这些人来，他包多少钱，多少礼金，我不在乎的，知道吗？亏肯定是亏啊，但是呢，给的是他们自己用，啊，礼金全部收啊，我傻呀。我傻呀，不会了，不会不会的，总要把我的补回来嘛，对不对？是啊，那不是美惠姐，哭是对方啊，是对方的妈妈啊，我们啊，我一起谈掉啊，对不对啊？人家养了20多年，对不对？就把他这样交给我们。我们再可以再比一次爱心吗？好，谢谢。刚刚还有头的爱心，那是大的。哎，刚刚有那个，刚刚还有整套，还有手指爱心。哇，都没有。刚刚这是一个好了，这边。谢谢恭喜恭喜恭喜！那我就不招呼你们了。好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哎，那边会不会有点心吗？有茶点？他没给吗？有。Bye.